这应该是目前最秀的草剃精了吧。哇，荒耀三是毒药衔接大蛇第三十多连，仍然还在连。陈远崩，咦呀，一套甩云。大家好，对，本场比赛有拳王、庆王大战游小稳啊。这场比赛规则比较特殊，抽签决定哪个选手是主力还是随机啊。啊，这个随机性比较强，也是需要一定的运气。开场大门草剃精加八神的阵容，拳王、庆王看能不能征服游小稳啊。游小稳也是主力，都是主力啊这一波。好，推到角落，克里斯进行一个前倾的，哎，大门突然给了里头，这是对手没有想到的，一个站中脚突然强抓超大外哥，接里头下倾脚接田地反，游小稳半血下地头上符，哇，再来一发，哎，第二发头上符居然没有接上一个抓，反而被克里斯给拿住了。克里斯角落升龙腿轻拳点后抓直接带走了。接着看拳王、庆王下一个人，拳王、庆王的草剃精，这是拳王、庆王的拿手好戏啊，国服草剃精。国服草剃精先来一个跳轻腿跳特地，哎，寻找机会跳中奈尔洛，可以轻脚点杀，啊，做好防守，奈尔洛继续压制，轻腿前轻腿，跪了个嘞，其实不是敢，一次两次三次，千羽羊给我崩，哎呀，落地接无视吗？没有接，而选择下轻脚接了个 C 头，那也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，这一局实现了一个抛飞啊。后面来看第三个回合，第三个回合游小稳的不知火舞，哎，不知火舞暴击，草剃精也是紧随其后，看草剃精能不能打到一套暴气脸啊？因为草剃精它的精髓就是在于秀，而不在于伤害有多高。一样撂倒了，超杀无视，看拳王、庆王如何打满这一套。前倾脚之后直接 grind 了个嘞，前斜重腿毒咬，毒咬两段，奈尔洛做取消以后再接荒咬三世大蛇的 grind 了个嘞。荒咬双断三十大神 g 了个嘞，哇，毒咬衔接 g 了个嘞，三十多连了，前仰崩，拳王、庆王开场把节奏感拉满啊，落地接无视，游小稳剩下一滴血了，而且还晕了，晕掉的草剃精重拳气势不敢，看切换模式之后用波草，用发动波脸 g 了个嘞，哇，一样落地无视吗？无视接了，但是这个无视并没有将对手带走，这就很尴尬啊。完全是超级刮痧。接着来看游小稳最后一个利安娜，碰到草剃精游小稳确实有点慌啊。来看游小稳的利安娜，利安娜暴击草剃精看怎么搞啊。草剃精先来一个跑跑，还轻 A 找机会打爆发 CD 一样，好，轻腿地头到角落，然后轻腿再接 C 头啊，又一个地头，奈罗逆向吗？而选的轻腿压起身，那利安娜直接交出了枪反，交完强反以后，草剃精可是要大开杀戒了，轻脚点一下闪过，哎，草剃精再找下一个爆发点，点那手刀半一斩下轻脚点 C 头 ，C 头点大臂炸，好，一段手刀，两段手刀，一滴血可以黑光的，他真的黑了，我天哪！好看拳王、庆王最后一个八神啊，这一发黑光能不能激起拳王、庆王更强大的斗志啊？激发起的更多的潜能啊！哇，八神角落开始压制了啊！跳臂下轻脚前轻手，找机会跳飞猎回手套，跳飞打起身，轻给点一下，哎，套当手跳飞下轻脚来了，寻找机会再打爆发，看何时爆发啊！哎呀，八神给个地波，跳地抢攻，轻 A 一点葵花没有用。回手逃，机会来了，重拳升龙取消天堂之眼，没有等他出，莉安娜就交出了强反，其实一旦被打出了天堂之眼呀，那后果不堪设想，肯定是一套带走了。看八神打好后面一套重抓地波，一点血了，游小稳，游小稳变得越来越慌，八神倒是不急不忙的切换成了普通八神，哦，最后一发升龙带走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啊，这局的话拳王、庆王仍然是大门，草剃精加八神，那游小稳明显就是随机了，抽到，抽到输了还抽到随机了，哇，这个点好背啊！拳王、庆王开始他的超强压制模式，头上浮双断，近身一个扔，好拉里头，大门再次发动近身跳地，哎，游小稳突然给了一手天地反，接超大外哥，接上里头，哦，被强吸了兄弟，蓝之三三世。还有一滴血跑跑过去给一个天地反，后面下地头上扑，哎，一个站中脚，蓝智山黑光，
能黑就黑，不要浪费这个好机会。因为刚才被尤小文黑了一下子，全永清要表示我要黑回来。接着看尤小文的神冷仙鹤黑光啊，感觉还是九八 C 中顶级的一个技术，哎呀，顶级的娱乐方式。哎 ，Hello， 掉了打压，好，金拳点下 Solar 升到空中，封印，哎，滑铲，全永清我还有一滴血。这一滴血有点扛不住了，因为根反接神冷千鹤的招式确实难接。神冷千鹤这个速度快呀！我们接着看全永亲王下一个人，第三回合，全永亲王的草地精，切换模式给他一个一样，低头到角落再给一个谁头吗？啊，谁头了？后面草地精继续使用奈落，其实不是个一样，这样也能打中？低头不是，不接。哇，他又接了个地头，还要再使用套路吗？千元一样，哎呀，真的套路又中了。可是这一把没连住啊，确认到以后没衔接好，反而被封了两发封印。尤小文也是被玩懵了啊。哎，挑衅者下中脚给个波，地波一样，找机会打爆发。啊，地波，要不要给个圣龙熬一把草听？哇！啊 ，CD 封印，草地精还能不能再搏一搏？居然把对手给搞定了，哇，这点血厉害了！第四个回合，又像我们的镇元斋，镇元斋先来一个跳啊！草地精下轻个点多段，突然使用一波前倾脚，切了一把，哦，闪身后面想抓 C 头，不料被提前识破切换模式变身失误。这个生物绝了，那镇元斋后续该怎么搞？哎，扔个酒壶 ，CD 压制，角落荒咬，镇元斋还是发动了一个超强攻击啊！草地精被带走。我们接着看全永亲王最后一个人，第五回合，全永亲王的八神。好，八神先切一下模式，做个防守。好，清理两点。恐龙小飞呢切换成普通八神之后，这个速度就跟不上了呀，但是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不会被对手轻易的一套带走。镇元斋呢距离不够，他肯定起手不了。哇，八九杯都交了，和镇元斋拼酒应该是拼不过吧，因为本身人就扛着酒呢。跳飞快速确认，给个葵花三世，居然没怼上必杀，什么情况？小跳谢风天堂之眼终于怼上了，好，地波衔接，葵花千银接，好，没来天堂之眼，留下我一滴血。八神这是试图要秀黑光啊，哦，秀黑光不成反被抓，哇，八神呐、啊，要没了，这个黑光，这个黑光啊，没有秀好，反而被对手给秀了，太可惜了。看第三局，第三局全网亲王卢卡尔，啊，给个地波，克里斯赢跳中腿直接压上去了，使用一招下踩接后抓的方式拉过来给猎去滑准飞，好，角落克里斯继续跟上一个跳，跳地重拳确认滑铲，好，角落下踩后抓给一套必杀，晕了，那晕了必杀都用不到了。全永亲王难道说就在上一局由盛转衰吗？全永亲王下一个人，就连老卢也经不起几波打击。主要是这一把全永亲王是随机，刘小文是主力，可以看出来。后抓没抓住，哎，不在角落这一招肯定是连不上。先切加射，全永亲王的顶级主力了，随机到，很幸运，切换模式没变身。没变身脸呐，中段压赢压赢，来一炮拳收底。我们接着看尤小文下一个不知火舞，第三个回合，不知火舞要不要彻底爆发？不知火舞摇摇晃晃的就出来了。好，不知火舞空中一跳，起架车跳，哎，不知火舞摇一扇子，给他一个人滑铲，再来一个人，哦，这不知火舞有点贪，想贪更多的伤害。气夹射呢，找机会轻 A 点杀，呀哟呀哟，来一个炮拳炸，轻脚切换模式变身啦，这一波变身必定将对手给一套带走，没得商量，
CC 前倾拳，最后炮拳尖一脚，啊，一拳也可以。好了，看尤肖文最后一个力言娜。第四个回合，力言娜这一波能不能成功爆发？爆气，准备好背水一战了，力言娜下轻 A 下轻脚。哎呀，重拳出击，中短起手压油，加上继续后拉，莉安娜又给了一发 CD， 哎呦！哎，莉安娜继续手刀半圆斩，下轻脚点地头，然后下轻脚点 C 的，啊，他用飞轮没压了，可以。跳飞地手刀一下，两下居然一个这个跳飞怼中了，怼中就没了。哇，一段两段，我们来看拳王亲王最后一个角色了。面对尤肖文的主力拳王亲王还是略显吃力，这也不知道看他的克里斯，很少见拳王亲王用克里斯啊。克里斯先来一个跳啊，莉安娜那也是紧随其后的一个压啊，找机会打爆发，前倾脚脸不住，跳飞地手刀半斩空中大臂，克里斯交出相反，后面莉安娜又给了他一招前倾腿空中下倾下后下后脚，在对手飞轮要回来的时候，克里斯也没敢轻举妄动，可是还是被莉安娜给抓住了，最后跟了一手大臂，跟他说拜拜了。尤肖文拿到了第二分，我们再次往下看，这一波拳王亲王又是随机，他随机到了卢卡尔这一把，幸有卢卡尔，尤肖文还是主力。拳王亲王已经遭遇两波随机了，这对拳王亲王打击甚大。哎，尤肖文的克里斯跟上去，被连续滑出一个腿，拳王亲王半血，幸好啊，哎呀，没有幸好了，这把克里斯又给了一个弹跳 CD， 打了起跳。其实玩卢卡尔啊，不如玩第二形态卢卡尔。好看第二个回合，拳王亲王的猴子，猴子格击格击格击再格击，哇，差点被抓呀，挠没挠到，飞起来打明星。克里斯反正就是一直找后抓，抓到一套咱们就赚了，抓不到好像也问题不大，因为猴子你看，哎呀，两连撞没连上。拳王亲王貌似猴子啊有点操控不住，哎，你看不乱飞，飞来飞去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要飞到哪里去了，现在反而又被克里斯给点了一套，克里斯要跟上连续滑出了，角落下踩气后抓，抓过来给他一手必杀推他，好，到角落尤肖文继续给我干，强抓飞头一个必杀，空中森林弹腿。我们接着看拳王亲王最后一个人呢，拳王亲王的威斯。第三个回合，哎，第三个回合威斯暴击啊，暴击找机会打爆发，重拳出击，角落剪头抓，连撞两次，恐怖 CD 呢？哎呀，一不小心被怼了，那克里斯要开始复仇了。叫了克里斯下中脚来一脚跳 CD 找机会，哎，还是被抓了啊！威斯给了他一个人装 CD 空中接大，威斯能不能逆风翻盘？那就看尤肖文下一个角色了，不知火舞第四个回合。不知火舞啊，先空中给他一跳啊，再跳中招，情况不妙，轻脚捡起来就是扔撞连撞，哇，三次四次五次还在撞，看来这个威斯真有逆风翻盘的一个机会啊。尤肖文一滴血，威斯继续怼起来扔啊撞，林的腿空中塞，林的腿空中给个必杀，哎呀，伤害打满。今天拳王亲王下手是真的狠啊，刚才那个草蹄打了一套晕脸，威斯比草蹄下手还要狠，他就把对手给一套带走了。接着看尤肖文的莉安娜，莉安娜在空中一脚前倾腿手刀压得很紧，哎，莉安娜接着暴击 CD 手刀空中大臂炸，一段手刀两段手刀，哦，拳王亲王血量不多，手哇，可惜啊可惜，还是被尤肖文3-1拿下了。